下来如右图，水平桌面上有一个小孔 O，有一个细绳穿过这个孔，两端分别跟质量小 m 还有大 M 两个物体相连接，其中小 m 在桌面上以半径 r 做等速率圆周运动，而大 M 则悬挂静止。如果忽略所有阻力还有细绳的质量，则小 m 做圆周运动的时候，向心力的大小是多少？一个质量小 m 物体在桌上这边做圆周运动，可是它半径是 r，所以这里绕的圆周整个半径是小 r。最主要的关键，m 是静止悬挂，所以 m 是静止的，这个大 M 它保持静止，所以整个大 M 悬挂的向下有个重力。质量 m 重量是 mg，而保持静止表示合力等于零，因此向上有个绳子拉力，而向上的绳子拉力 F 会等于向下重量 mg，所以物体的重量就等于绳子拉力了。这时候大 M 底下悬挂的物体，它的合力等于零。而同一条绳子，因为同一条绳子张力该相同，而绳子张力就是绳子的拉力，因此底下往上拉是 F，上面这边在做圆周运动旋转的时候，它的旋转的向心力这个 F，可是同一条绳子这个 F 也会等于向心力，直接等于物体的重量。在桌面上，物体质量小 m 乘上物体的加速度是 a，所以这个是上面这个物体是在水平桌面上做圆周运动，而且是做等速率圆周，所以是 m 乘上 ac，ac 就是向心加速度，所以向心加速率有多少？ac 等于小 m 除下来等于小 m 分之大 M 乘上 g，因此第七题 B 的答案。第八题，小 m 在悬挂的时候，角速度大小是多少？现在要问旋转的角速度，角速度可是我知道向心加速度了，在刚刚我们算出向心加速度出来。向心加速度等于 omega 平方乘以 r，而旋转半径是小 r，所以向心加速度把它带进来，小 m 分之大 M 乘以 g，因此小 m 分之大 M 乘上 g，这个是我们刚求出来的，底下悬挂的木块这边它所受的合力就是绳子拉力。直接做圆周运动旋转的向心力，因此等于 omega 平方乘以 r，r 是旋转半径，所以小 r 移下来，角速度我可以知道 omega 平方等于分子是大 mg，分母小 r 移下来，小 m 乘以 r，所以角速度 omega 就等于。开根号，把大 mg 除上小 mr，这是这一个大 mg 乘上小 mr 开根号 a 的答案。在第九题，切线速率有多少？我们刚刚看到物体做圆周运动。旋转时候的角速度，我们求到了角速度，所以角速度 omega 等于根号大 mg 除上小 mr，可是切线速率 v 等于 omega r，所以 omega 带进来，直接开根号 mg 除上小 mr，再乘上一个小 r。小 r 一乘乘到根号里面去，因此变 r 平方。可是 r 平方把分母约掉一个，
水分母的小 r 约掉了，只剩下小 m。而小 r 一进来变 r 平方，约掉了一次之后，变成 mg 乘以小 r，所以把大 mg 乘上小 r，这个是切线速率。所以小 m 分之 mgr 一的答案。第十题，请物体旋转的周期是多少？我们刚刚知道了角速度，角速度 omega 等于开根号，mg 除上小 mr，可是周期因为 omega 等于 t 分之二派，所以 t 等于 omega 分之二派。所以把二派除上 omega，直接把 omega 直接整个根号翻过来，所以变成根号 mg 本来在分子，现在 mg 跑到分母来了。小 mr 本来在分母，一上来小 mr 变成在分子，这个是除了之后上下颠倒的结果，所以等于周期是二派乘上根号。mg 分之小 mr 出的答案。